满状态，系。不成功变成人。你十到应该三四嘢，但我好中意咧碰瓷女嗰个打交咧，打完交咧，我副将唔需要补佢兵啊嘛。我补换吕布，我就可以再上啦。我哋开波啦，我哋嚟啦。吕布上先。前进。然后玉弓。我已经有计策。赢咗啦。第一场，哇！真系打唔穿喎。但其实冰霜好少嘅咋，用碰瓷女嗰个好处咧，就系打完之后咧，佢国家同黄月英嘅双兵其实基本上唔使点补兵啊，净系补吕布一个就够啦，就已经可以继续去作战啊。所以碰瓷女有呢个好处。好，然后玉弓穿两队，玉弓打地都几好啊，睇个效果。啊，第二队打。打呢個騎兵，兵選都唔係好多啫。兵選好低啫。玉弓打呢、這個咁我嗱，我萬六兵打完都仲有13000多兵剩，同我打六同嘅兵選差唔多。呢、這個七地 OK 喎，用玉弓打七地呢個絕對冇問題，直頭實測啊！我谂就算冇吕布嘅一开头打呢一下，应该都赢到嘅。玉弓应该都赢到嘅。我见佢第二场呢个兵选都唔系好大，啊呢个兵选都系可能得千零咯。你加埋呢个七百，即系你加埋枪兵七百，即系1500多，系咯，唔系好多。